好啦，早晨各位，我唔係彈咩 chord melody， 只不過 testing 咁試下啲聲嘅啫啦。我哋開始咧 harmonic minor 嘅 arpeggios 嗱，所有嘅 arpeggio 嘅 shape 嘅同 notes 咧就會喺guitar workshop 嘅，咁就喺Facebook 或者 Miri 嘅我都會彈上嚟。嗱，個重點咧就係話，究竟 harmonic minor 嘅 arpeggio 同其他 arpeggio 有唔同咧嗱？我哋第一個，如果我係 A harmonic minor，A harmonic minor， 第一個 A minor major seventh， 你咧？好啦，再慢少少，我哋 A 嘅 root 啦，第五格啦，當然，你咧 ？flat 三，一降三五正七，喂，嗱。學咗一個先 ，one two。Arpeggios 咧，當然咧，第一樣嘢係用喺同名嘅 chord 嘅，即係話，如果你遇到 minor major seventh chord， 咁咧，你嘅 thinking 咧。就可能話，佢 either 就係 A melodic minor 嘅一 chord，A harmonic minor 嘅一 chord。咁所以咧，嗱我哋首先學識咗。嗱，當然我哋唔係講啲咁淺嘅嘢。既然源於第六線根音，我哋再睇第二個咯。Boy minor seven flat fifth。得意喎呢個聲，你聽。啊 ，sorry。咁咧，由於咧我喺第六線根音，每個 arpeggio 咧，我咧要意識一樣嘢就係我聽兩個 octave 嘅。咁啦，喂，冇特別啦。其實呢我學的時候呢他們講了一樣很快就跳到這裡他說 arpeggios 呢是多數用來 set up 因為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一個好 solo 呢是不是一來就爆一句他是需要 set up 的、就是、所以如果我要彈一個 scale 或者我知道是 A harmonic咁為咗避免咧，啲人覺得我係喺度練緊嘢嘅，我可能會利用同 key 嘅 arpeggios 去 set up 入去。咁所以咧，如果你明係用嘅嗱，當啦 A harmonic minor， 但係我哋咁你可以咧借呢啲咧或者。有冇句子入？嗱，我呢一步步嚟。其實咧，今堂最緊要咧就係話，嗱，我哋講唔曬咁多個，我哋慢慢講，因為好小心講。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说，怎样令到你学的每一样东西 melodic， 首先我得个 A minor 7 chord，这个什么练习呢？我好像有四个八，四个八的 A-7 去 G-7， 两个都是 -7。 我相信 F key 来，咁咧彈 jazz 咧，你就一定會遇到呢啲嘢嘅。咁所以咧，既然呢兩個 chord 其實基本上係屬於一個 key， 但係咧佢好明顯嘅空間俾你聽佢走。咁所以你睇下，我啱啱學咗一個minor chord 多咗 major seven。喂，你話嗱唔啱嘅喎？我覺得聽咗個聲先啦。嗱 ，major seven 咧係一個咧好靚嘅聲咧。lead 緊嚟翻個 riddle， 所以嗱，我喺 A minor 聽啦。嗱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嘅 A minor 咧，我就已經離開咗咧呢個所謂第三度嘅 chord F key， 佢係 phrygian mode。嗱，我冇用到 phrygian。我用了就是一個 A minor， 由於我知道它有四個八，咁咧我就好小心咁樣利用咧佢呢個 major seven 嘅 chord 帶咗去 G minor Dorian。 嗱，樂理就咁睇啦，但係其實 G minor 咧，我不一定用緊 Dorian， 由於咧我嗱呢個變咗我 minor 嘅 sound 個 major seven。是我喜歡的聲音，你聽喎。有冇歌用呢啲嘅？咁其實咧 ，Nick's Dream， Wes Montgomery 有彈呢只歌咧，咁我唔知係呢個 key 啦。咁 Nick's Dream 嘅 intro 咧，甚至個 A1 咧都係呢啲 chord minor major seven。咁所以呢個你必然要學嘅。咁同埋你話，喂，係咪真係用到嘅？嗱，其實咧。有陣時候我哋要將樂理放低咗先。每一個 arpeggio 咧，嗱，我當時嘅問題咧，你可以參考啊。我問佢，我有一個啱嘅 scale， 我諗個旋律喺個 scale 度。嗱，當乜話唔夠嘅？如果你有上過 Scott Henderson 嘅堂咧 ，Scott Henderson 咧曾經咧就講佢話，淨係用 scale 咧係 cut 唔到個 solo。淨係用 arpeggio 咧都 cut 唔到個 solo 嘅，你要 combine 嘅，將你學嘅嘢咧全部 combine 嘅，咁你自有自己嘅風格。好啦 ，combine 係我哋會 combine， 而且我哋唔止用一個 arpeggio， 我哋會係一對一對咁用。我哋睇緊 harmonic minor 嘅第一個，好唔好聽？慢啲彈啲咧。你要令到佢本身係好 melodic， 跟住你用呢啲音樂鏈 A minor 去 G minor。嗱，我舉例嘅，其實咧 C key 鏈咧就喺 A minor 度試嘗試，用佢嚟 set up 行。我陣間做俾你睇下。嗱，
你 assume 我開始睇到第六線根音嘅形狀，我練得好流暢咁嘅。好緊要嘅地方啦！你話喂，其實佢哋教你乜嘢？嗱，佢話佢哋教我咧就係話，其實每一個 arpeggio 咧，如果大 tonic 同 key 嘅咧，你應該去計一得計條數咧，佢愛對付啲咩 chord， 同埋你最中意嘅。咁而喺 jazz 咧，係啦，喺 jazz 咧最緊要咧就係五 chord 啦，個 dominant chord。所以咧，我跟住第一個功課就係佢問你。你彈到未？我覺得我喺呢個形狀我彈。嗱，所謂彈到咧就係我有個共鳴。我覺得就咁啦，我已經彈到個旋律。好啦 ，anyway， 佢話個功課點嘅咧？五 chord。我話喂，呢個 A。Minor major seven， 即係 A harmonic 咧。佢 right， 佢話佢話你聽啊。而家我個 E seven，1 2 3。在個 E7 翻緊去 A minor 嗰時，用咗 A harmonic minor 嘅第一個 chord 嘅 arpeggios A minor major seven， 佢再唔係好簡單嘅 A minor major seven， 因為我用咗個五翻一。咁你睇到咧，原來咧個 A minor major seven 咧，佢多咗啲一啲音嘅喺個 chord 上高咧，就係話。原來咧，呢個咧，佢改變咗一個 E7 啦。我哋計數嚟啦。喂，一個 E7， 一個 minor major seven 可以俾到咩音嘅？你睇，當然佢有佢嘅 root 啦。咦，唔係喎，佢有佢嘅 third， 佢嘅十一啦，四啦。你睇，喂，佢嘅 root， 佢嘅階通，喂。Raise five 嘅 quality outer， 咪住，好啦，開始。原來 arpeggios 同 harmonic minor 基本上可以 outer scale。好啦，我開始用 scale， 因為用 arpeggios。嗱，佢話你唔需要再問呢個問題，用乜嘢咧？係由你嘅 setup 你之前做嘅嘢，我開住。等我計埋條數先，你睇十一 raise first， 我話死啦！我只可以個 E7 睇緊 A， 因為我識呢個位。佢話你錯啦。佢話當你識呢個位嘅，你咪即係識曬有 F 啦、G flat、G 啦、A flat、A 或者 B flat、B 啦，甚至 C minor。咁其實咧喺任何一個五 chord 咧，你都識用。嗱，我話嗱有啲戇居，我話我係 E7 翻緊 A minor， 我根本諗緊 A harmonic minor， 所以我用 A minor major seven。佢啱啱你咁諗，咁如果 G7 咧，C harmonic minor 係，佢話嗱，不如我哋咁，唔好翻 C minor， 翻 C major。
我話點啊？佢話你聽下啦，嗱 ，1, 2, 3, 4。所當然在流行曲呢你可以彈所有的即不是所有是 major scale C major scale 好了那如果我保持一個很 commercial 用個 C 大調嗱，呢度好玩。首先 ，D minor， 我當然 G 啫。再一次。原來計數咧，嗰度好玩嘅就係話你要試嘅。嗱，如果 G7 係 outer， G7 一定係 C harmonic minor 嘅五 chord。既然我哋睇緊 harmonic minor 嘅 arpeggios， 第一個 chord minor major seven， 咁即係話呢個所謂 minor major seven， 我個 G7 咧就一定係用一個 C minor major seven arpeggios。咁你可以攞到 G7 raise 5，所以你喺 D minor 降一度，跟住還原你 C major， 好精彩啊！其實你計計嗰幾粒音，其實如果你 A flat 喎，佢又變咗個 flat 9嘅咯。你都多咗 flat 9，raise 5 flat 9有街通添。喂，咁我可以 multiple 佢 substitute 呢、這個喺個 G7， 我用 C minor major 7 啊，譬如 A flat minor major 7， 分分鐘咧睇埋 F 都得。你睇，如果 F。F 有啲問，點解？因為入 E 音啊 ，E 係 F 嘅 major seven， 即係 E 音 ，E 音喎，但係 G 喎，係喎，唔得，咁咪即係 G13， 咁 F G7 A flat flat 咧 ，C G11， 你呢條數咁計，大件事。呢、這個 minor major seven。竟然在 G7 這個 chord G7 outer 我用 C A flat F 有那麼多時間有的你聽聽再一次 D minor， 咁如此類推咧 ，arpeggios 咧，咁好複雜啊！咁其實咧 ，arpeggios 咧，你可以咧隨時揾多個咧。
好近好近距離。而複雜嘅咧就係、是、有啲嘢你要試，有啲嘢要計數。咁你話，誒、欸，我可唔可以用曬十二個 key 嘅 minor major seven？ 一定唔得，因為咧嗱，你要知道咧，首先咧，我哋學嘢咧同埋用嘢咧，我哋得一個目的嘅啫，就係話當一個 chord， 我喺上高用一個 scale， 我就為咗令到呢個 chord 咧發揮得最好最好聲。另外一個概念就係話，喺呢個 chord 上高，我用呢個 scale， 主要原因除咗對付呢個 chord 之外咧，我要承接我之前做嘅嘢，令到整樣嘢咧係相關嘅。咁所以頭先你見到我喺 D minor 咧，然後咧我就即刻 C minor major 理所當然，因為 G seven 係 C harmonic 嘛。但係咧 A flat 呢個會唔會 Jazz minor 嘅用法？絕對會啦。咁 F minor 都一定係 Jazz minor。既然你睇緊 Jazz outer 互通噶嘛，其實對我嚟講 ，major scale 都係 outer scale。所有 major seven 啦，所有 major key 嘅嗰四大家度，全部都係 outer scale 嘅 arpeggio。咁你睇到，喂，點解之前 Jazz minor 你冇講 arpeggio， 而家一次過慢慢講？因為 Jazz minor 好多句子啊，其實唔多 ，harmonic minor 仲多。我睇過本書啊，原來仲多。不過嗱，首先我會將咧 minor major seven 第六線根音同埋 minor seven flat fifth 第六線根音登上嚟。嗱，點解會咁少嘅咧？嗱，我希望咧你真係有機會咧去研究下呢樣嘢。咁同埋咧。我會有啲 combine 嘅 pedals 去俾你研究啊，咁所以咧，我咧係會俾咗啲最基本嘅圖你先啦。呢幾樣嘢，喂 ，minor major seven 喺個 dominant 上高咧，主要咧係十一同埋 sharp five。原來 minor seven flat five 咧，如果你用得叻嘅話，佢有 flat nine。咁咧，所以咧，我哋要計埋個距離嘅。咁所以就話，邊度記得咁多？嗱，有啲好煩。如果 B minor 嗱，首先嗱 ，minor seven flat five 嗱，你嗰個圖係呢個嚟嘅，第六線根音一降三降五降。嗱，當你睇到第六線根音咧。佢用咗呢啲位置，我希望你咧，嗱佢一個好有個 tritone 一個好不穩定嘅聲嚟，呢個就 B minor seven flat five， 即係話嗱我計數咯，既然頭先嗰個 chord arpeggio work 嘅，呢個都係 A minor key， 因為佢係二 chord E seven E seven。你係咧，係用 B， 用 B 咧，你就可以攞到個 flat nine 喎。喺邊啊，大佬？原來個 minor seven flat fifth 嗰粒就係佢，就係佢個 flat nine。OK， 嗱，唔急得，慢慢嚟。我當時。好蠢咁問咗問題，喂，我聽 Howard Roberts， 我唔明咧，總之佢彈得好聽，係咁肥，我覺得有陣時 Joe DiOrio 嘅，哇，都唔知佢喺邊，唯一一個 Pat Martino， 佢好清晰，佢係啱，嗱，佢用咗好多 chromatic 嘅 passing tone。他有他自己的 system 去看 scale， 他說 Pat Martino 都是有 arpeggios， 我聽不到，因為你未識這件事所以聽不到而已，所以呢你要小心呢他逐樣樣你，我說個重點是每個 arpeggios 都很特別，他說你想問的問題就是
點解啲 scale 已經咁好聽，仲用 arpeggios？ 佢話啲 scale 好聽咧，係啲人喺裏邊穿插咗 arpeggios， 同埋用咗 chromatic passing quality， 所以。呢度有四个 arpeggio 声喺里边，佢其实你慢慢就会发现到 jazz 咧系呢样嘢咧。佢话不如讲个重点俾你听，哇，即系点啊？佢 arpeggio 咧，由于佢 interval 嚟，佢全部都系 thirds 嚟。其实咧，佢话咧喺佢话喺音色上高或者喺旋律感上高咧。它遠遠比 scale 更好聽，噔！我當時停了在這裡，那不如不要用 scale 啦。他說有些人很刁轉，他說呢，你問下你的同學、的朋友，他說隔離班或者什麼，他說有些人真的呢死練 arpeggio 是不用 scale， 他只是用 arpeggio substitution， 他說呢其實是可以的，特別你想彈得很漂亮。arpeggio 一粒音去第一粒音呢，全部都是一些 perfect 的東西，是啲 thirds 啊 ，minor thirds 好聽嘅咧。但係 scale 咧，啊呢個 mixolydian 呢，佢話 scale 咧你要好小心彈就好聽，但 arpeggio 咧，你睇。佢话咧稳定啲嘅，咁所以咧其实咧，佢话咧喺呢个物理上高咧，佢 arpeggio 系好声啲。我话唔系，唔好烦住。嗱，我哋学咗第一个 minor major seven， 第二个系 minor seven flat fifth。OK， 我跟你嘅方法。彈靚句，即係話我見到個 B minus F F， 我知道 A harmonic minor 係二chord。嗱，即係我遇到 B minus F F F， 我用呢個就冇死嘅。咁 E seven 我用呢個都冇死 ，Alta 添，係啊 flat nine， 但係 E seven。就用 B 喎 ，right， 你聽下，呢個唔係 E seven 嚟嘅，呢個 G seven 嚟嘅，咁用乜嘢？梗係用 D 啦。條數點計咧 ？G seven 咧，即係話 C harmonic minor 嘅五chord咧。咁如果我要咁諗，我不如由個 root 開始諗 E 咧，我用 B 嘛。你睇一個咧係五度或者四度 up fifth 即係 down four。咁如果我 G 咧，咁咪做 D 咯。好啊。咁咪真係冇轉到，因為 D minor 我用 D minor， 所以咧，D minor seven flat five， 嗰粒 flat five， 你聽下。你睇到咧，有陣時咧，你要彈得好靚嘅嘢咧，係咧 scale 咧，我相信有半時間都幫唔到你做。嗱，你再冇 chord 嘅咧，D minor 我彈咗，我係啱啱個 G seven 咧，楞住粒 D。再聽一次。
D minor. Okay. Scale.今次條片咧放到好慢嚟講，好小心講。我哋只係講咗兩個 arpeggio， 第一個嚟自 A harmonic minor， 第一個 A minor major seven， 竟然係一個 outer 嘅 arpeggio over 嘅 dominant seven。所以如果你聽緊 C key G seven outer 咧，你可以用 C minor major seven、A flat minor major seven、F minor major seven 嘅 arpeggio。Well， 跟住第二個 arpeggio A harmonic minor 第六線根音 Boy minor 7 flat 5 Sorry 如果呢你是 G7 你當然就可以 D dot minor 不止用 B 都可以大佬有幾多種用法？老實講啊，如果我呢度咧一次過咧將七個 pedal 咧九百幾種用法 up 曬出嚟咧，你抄低咗你都唔會睇嘅。一對一對咁講，仲有一樣嘢，我仲未將呢個 pedal combine 一齊。你有冇住？頭先你話 B 都用得嘅 G seven， 你聽下 G seven。好小心，我接俾你。接住 D 嘛，聽。嗱，有個互相呼應，你可以用兩個。再一次 ，D minor。跟住咧 ，C minor 咩？G7 minor 7 flat 5 好不用得這塊 pick 碟太長了經常哼一點咚咚聲但通常我練嘢咧，就用呢啲咁嘅成怪癖咧、石頭癖咧，因為咧個阻力太大，咁咧我就要個手咧個力量啱好咁柔。我唔建議你哋去用呢啲癖嚟練嘅，不過即係我貪得意，因為嗰陣時 GIT， 我哋每人都揸住一塊 Pat Martino 嘅癖咧，每一個導師咧。個個都揸住塊塊聲嘢咧，噼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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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啲，其實咧啲咕咕聲又唔好嘅。不過咧，我夠唔夠都拎出嚟練嗱，我即刻將你睇到咧就係阿 P 就好簡單。其實咧，我希望咧你係會練到咧第六線根音、第五線根音嘅位先。咁咧而家我即刻 po 咗上去 Facebook， 你可以 download 咗嚟睇。咁咧下一條片咧，我哋會繼續咧。講埋第三啦、第四啦、第五啦，咁我希望咧，阿 Pedro， 我係會咁樣嚟講係慢啲嘅，因為咧我仲有 notes 咧係 combine 咗一對一對，仲有 notes 咧係阿 Pedro set up 入個 scale 嘅 phrase，
咁所以咧，嗱，容許條啲片咧係慢啲嚟，因為咧，因為呢度咧斷咗片或者唔明嘅咧就麻煩啦，所以好小心，再睇翻，再睇翻，用到為止。我唔會咁快講曬七個，因為第七個係 diminish 嚟嘅，係另外一個好大好大嘅篇幅嚟嘅。生活愉快，遲啲見，拜拜。